的时候有没有痛？有。有啊，有。你有没有痛？哦。这边有没有痛？没有。这边？没有。看到这个比较卡比较重啊，就轻松多了哈、啊。很医院要帮你调管上。这边有没有痛？没有。你有没有痛？没有。这已经调到松松软软了啊？松多了吗？嗯。懂得啊，现在已经调好了，记得不要去扭那个颈椎腰椎，看看很这样会破坏身体结构，疼痛越来越多。